你好，我系 Emerson，欢迎嚟到 Good Talk，讲得好，边个讲得好呢？演讲讲得好，外国嘅格言咁样讲，好嘅开始系成功嘅一半，A well begun is half done。演讲要点样开始先至有吸引力呢？呢个当然系一个大题目啦。但係，亦都可以大題小做，講重點俾你聽。第一種故事式，用一個故仔開始，可能係以古喻今，講大道理。第二種開門見山式，一開始就講清楚自己嘅立場，例如馬丁路德金嘅演講，就叫做我有一個夢想。第三，引经据典式，可能系牧师引述一段经文啦，或者演讲人引述一段格言啊，或者诗句作为开始啦。第四，悬疑式可以用提问开始啦，亦都可以用一啲小道具，好特别嘅，吸引到听众嘅注意力。Good talk，讲得好，我系 Emerson，你嘅演讲同埋简报教练。下次見。